大家中午好，这个大家，我今天来沿江中路，这个是大沙头，大沙头就在广州的一个，很有名的一个市场，就旁边。我今天来这个地方逛逛，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，这个好的东西，给你们介绍一下。我最近去过好多地方，主要是那个批发市场，我去过比较多，就买东西的批发市场去过比较多，因为我喜欢就是买，我因为本来我是做那个外贸嘛，外贸的话就我去哪个市场就拍哪个市场，所以就今年我去的地方比较多。去年，我去不了哪里，这疫情原因，所以这好多地方我也去不了。但是今年放开后，就我慢慢走，就除了批发市场，还有很多地方好玩的地方，我喜欢就旅游，看看风景。中国的好多地方我也有去过。因为我在北京留过学，在2017年到2019年，我就三个学期我就学了中文。然后学以后，就毕业以后拿到了工作，拿到了家。还有研究生的奖学金，就来广州，但是那个时候就，也有机会学习研究生的，但是我开始工作了，所以就不想再去那个，再去那个读书，所以就，然后就。工作以后两年差不多工作了，两家公司差不多两，工作以后就，不想工作了，后来就开始创业，自己创业做外贸，现在就做外贸也是有点。那个啦，所以就我慢慢做，不着急，知道吗？所以就我现在就有时间，就出来拍一拍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也是开心。因为我主要是喜欢拍摄，我什么地方都去，我就什么地方都拍，无论怎么拍无所谓，我就开心就好。大家我也觉得我自己开心就好，我不管人家觉得我怎么样，我拍的怎么样，我自己开心就好，知道吗？自己开心就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就对我来说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我就出来就拍一下。现在天气有这么热，但是我觉得就无所谓，拍一下，拍开心一下就好。是不是？
大家，这些拍摄的内容，你们觉得就是，因为我跟着那去哪里，就跟着那条路就去拍一下，不然就，有时候也要需要时间就，做一个脚本，然后拍的话也要一段时间，所以就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天天就，拍，天天都拍，无论是什么题目，无论是什么，就我就拍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如果还有你们有时候有看了评论，那里也有好多人问我，哎，你去哪个市场，哪个市场就拍一下。我也没办法，因为去哪个地方，哪个地方也要时间，也要安排时间，然后去哪里拍的话，有好多人也不给你随便拍的，旁边有很多不能拍的，因为如果你说我去一个什么，去市场哪里就拍一下，但是我这个怎么说了，就他们也有不给我拍，然后因为拍的话可能是也有他们的秘密，就人家知道，所以就有的东西就我拍不了啊，因为人家都是生意嘛，人家都是生意，就你如果就你随便拍随便给大家看，有的时候他们就有点那个了，所以就我有时候我就不随便去随便拍了，知道吗？哦，那边也有河，我现在去那边就拍一下那个河。看到了吗？这个河也是挺漂亮。人家也在这里休息一下，老人家也过来，中年人也过来休息。是不是下雨了？下雨无所谓，你看中原海运 Costco Shipping 看到了没有？ Costco Shipping 下雨了，小朋友都钓鱼。船也有船，应该是下雨，下午他们就开光，一般早上没人，一般早上都没什么人就开光的，就那个船。也基本上都下午他们就好多顾客，好多顾客他们出来，有时候因为晚上的话就很漂亮，挺漂亮的那个地方。这个也是一个老广州这个地方也有很多酒吧，然后也有高楼大厦，什么都有。你看到了没有那个船？
哦，这个你看，这个也是1926年、24年，这个开了。你看，我们往前走一点。啊，天气也又天黑了。哇，这个高楼大厦，你看，什么时候？1935年。这个船叫什么？广州财富，看到了没有？广州财富，哇，那边也挺漂亮。虽然就马上就下雨了，但是这个天气不错的。哇，往前过。这个天气确实是拍摄这挺好的，我喜欢。哦，这个是那个票的地方，那个你坐船买票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这里。嗯，那这个高楼倒是也是挺高的。尾随白树。也有好多人排队。那边就开始下雨了，这边也马上应该下雨了，没关系，我有雨伞。